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缘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纵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待会儿呢，陶然总经理会跟你们单独见面，互相认识一下。如果你们之前并不认识的话，嗨，陶总在业界这么有名，我们都认识，就怕他不认识我们。是的，陶总好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叫什么陶总啊？怪怪的。我是新进员工宁小萌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怎么不认识我失忆了？陶总，我是凭实力进来的，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凭实力做事，凭实力获得肯定。怎么有实力了不起啊？有实力六亲不认？除非你觉得我没有实力。行了行了，拜给你了。你的意思我知道，这样以后工作上的事儿呢我就不干涉了，行了吧？你是总经理，你怎么能不干涉呢？我的意思呢，你要给我最严格的挑战，给我最困难的项目，这样我才可以快速成长。好，你以后每天5点钟上班，9点钟下班，扫地、扫厕所、泡咖啡。啊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总经理也是人啊，你有什么正经事儿也跟我聊吗？人事部通知录取我的时候呢，我跟他们提出了我要延后导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，我想在正式上班之前把一切打点妥当，希望你能谅解。不谅解，不批。行了，去吧，但是记得回来以后呢要认真工作。宁小萌，我期待你正式成为奥斯顿员工的那一天。谢谢陶总，我先走了。你先吃吧，等一下。哎呦，那什么时候不能擦了？哎，小姐，请问你找谁啊？阿姨好，叔叔好，请问这是郑雷家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是他的父母，郑雷不住在这儿的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和郑雷是大学同学，之前在台湾还当过交换生。啊，你是那个宁小萌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儿子跟我交情好啊。
我刚从美国回来，和郑磊很多年都没有联络了，所以想要找他聚一聚这样。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其实我在网上查到了他的古董家具店，但很不巧，我刚去了他们没有开门。后来我一想，他曾经跟我提过伯父，是得过金鸡奖的美术设计老师，所以我就打听了一下，到这儿来了。哎，很可惜你又白跑一趟，他不在这儿。那 他去哪儿了？他去垦丁了。垦丁？嗯。喂，这怎么办啊？你看他喜欢的要命啊。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养吧。你确定啊？其实我也这么想的。喂，先别把话说那么死啊，我们去跟他商量一下，好吧？啊，妙妙，我和你老爸呢，考虑把肉包留在我们家。耶，我可以当你妈妈了耶！啊，等等，先别那么开心啊。之前呢，我们先要约法三章，全都能答应，全都能做到了，我们才能答应你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明天早上你要帮肉包换新鲜的水，放好饲料。你每天呢要给肉包换猫砂、洗澡、剪指甲，还有呢就定期帮它梳毛，就像老爸帮你梳头发一样，要帮它的毛给打结的。还有呢，你要定期的送它去看医生、打疫苗。你做得到吗？我可以。妹妹啊，即使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我没有要反悔。那我和你老爸呢，就正式的宣布，肉包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耶，肉包可以当你妈妈的，你不是没有妈妈的小孩了。干嘛愁眉苦脸呢？放松放松放松，你不是已经给妙妙养猫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了？建国告诉我了，今天下午在里长办公室发生的事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，你一定输的，父母永远都是输给子女的，所以你干嘛不一开始就开开心心的答应他嘛？我现在不是开开心心的答应他养猫了吗？肉包现在在家里睡得香香的。那很好啊，皆大欢喜。那你还在烦什么？没什么。是不是牛魔王妈妈下午说的话？去，那个里长真的大嘴巴，这个也跟你说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柠檬王他妈，如果下次我见到他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他的嘴巴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跟那种人一般见识嘛。倒是你，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要怎么跟妙妙说妈妈的事。哎，他妈妈现在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跟他说？在俊。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妙妙的身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爱妙妙，你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。我本来就很爱她。妙妙不是你亲生的吧？这么多年来，除了郑爷爷，还有上海来看她的郑磊。你们几乎没有跟什么亲戚朋友有往来，除了一些小旅行，我也几乎没有看过你们离开垦丁。
逢年过节也不例外，这太奇怪了吧。妙妙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，你不能让她承受这种嘲笑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她妈妈去了哪里，但是至少你可以让她知道妈妈是存在的。每一个生命都会想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为什么现在在这里，我要去哪里。这样吧，小萌，我去找找，你在这等着。好。嗨。喂。喂。左在俊，啊，你好，你好啊，郑磊，他就是左在俊，郑磊，我是郑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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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啊，没事，怎么，我冻死了，上海冷啊，啊，之前有跟你们提过呢，就是这个学系的国际校舍啊，就在装修。所以呢，安排你们住在学校的附近。其实这个房子是我住的，我之前那个室友刚好搬走，你们可以住在这里。啊，错。啊，小萌，这个房间是你的。我的。是他的。看看。哎，不错哎。啊，郑磊。好的。我们两个住在楼上，我再去看看。好。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里面有小强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哪里啊？一看就是骗你的。快进去吧。来，行李。来。啊，看一下。来，这里呢就是我们两个的房间，我们这以后就一起睡啊。哇。哎，你没有打呼吧？哎，我从来不打呼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会啊。啊！哎，各位，那我不愿意跟你睡。来，这边，各位啊！现在介绍整个房子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阳台啊！你看看这个方位刚刚好，每天都可以被阳光叫醒，每天沐浴在阳光当中，是不是想起都很开心？嗯，感觉空间很好啊。啊，对了，小木，你不怕晒黑吧？我才不怕呢。那就好。我最怕那些啊，那些女孩子明明瘦得要命，还说要减肥；她明明饿得要死，还说饱了啊！然后又碰到太阳了，就叽叽乱叫的那些女孩特别难伺候。哎，这点啊，你放心吧，小萌啊，能吃能喝能睡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第一次做客就在别人前面把我的底全掀了？给我留点形象吧。啊，留形象。Thank you.
啊，这厨房的东西呢，大家可以一起用了。不过说好了，脏的碗筷呢就不能留过夜，要不然呢就有人看你们的。嗯嗯，谁啊？就你房间那个小强。哈，幼稚。哎，发现你这个人真爱开玩笑。喂，你会煮东西吗？会啊。不过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不用煮。啊，那还是要做饭啦。那这个城门呢，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历史遗物。但本来它不在这儿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还有这两个炮台也是，他们历史很久了，已经有在清朝时期已经有。你们喜欢拍照，多拍一点吧。来，自拍一下，你们俩，我给你俩拍一个。我们俩自拍一下。那这个空地啊，就叫榕园。这里面的树啊，都很久了，都好几百年的了。这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。随便拍我，多拍一点。别拍我，别拍我。啊，拍。多拍一点他。什么？那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历史系啊。这个大楼已经上百年了。他们都说啊，这个隧道像一个时光隧道，我觉得完全不像。时光隧道。小黄，喝水。嗯。多喝点水啊。要擦擦嘴吗？这呢就是我们建筑系的大楼，我们大部分的课呢都在这里上了。哦，戴军，你把学校所有的地方都介绍了，有一个地方你没介绍。哪？图书馆在哪儿啊？觉得那个正还挺好玩的啊，嗯，感觉像是你保姆。你别瞎说，他一向人都特别好的，而且啊，你别看他这样，他平时对学习还是很认真的。他总觉得自己的天分不够，所以平时格外的努力。有八次考试，基本上有七次都是最高分。这个我知道，你们来之前我看过你们的资料。其实啊，我从大一开始就接待一个交换生，所有同学来这里呢，就肯定会把体验生活放在第一啊。第一句问的肯定是喂，哪里好吃啊，哪里好玩啊。像郑磊这样第一句就问图书馆在哪儿，我就从来就没见过。你跟他认识久了，你就发现他还有很多好玩的一面，他很奇葩的。喂，嗯，你们俩是不是一对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和他大一就开始是同班同学。还不像。怎么不像了？我跟他就是哥们儿，每次女生给他写情书，我都要负责过滤的。他都用女生给他写情书？当然了，喜欢的人很多，好吗？喂，哇，哇，怎么说啊？建筑实书啊？没错，建筑实书，很经典的。翻翻第九章，讲天文学、水中古人的智慧啊，真的很难想象的。喂，郑磊，这里面写的全是古罗马的建筑啊，那个作者都死了上千年了。我还不如给你找一本罗斯金的建筑的气象明灯，或者是科比意的啊，迈向建筑给你啊，好大哥。不好意思，都看过了。科比意呢，确实是有大师风范，但是呢，这本书很经典，不得不看。我看看。嗯。Thank you.
回来了。你看什么呢？给我看看，躲躲藏藏的。你看什么？你不是说搬来肯定之前都已经烧掉了吗？是全烧掉啊。不要为什么就剩这一张。哎，妙妙的事情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肉包都决定养了啊！等妙妙新鲜感一过，那个拔屎拔尿的事情还是交给我这个老爸处理，是不是？哼哼，别这样看着我。我知道，该面对的事情还是要面对，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过了早点睡，晚安。装进去，太忙了。好快啊！你今天好漂亮，真是。哎，手机呢？拿出来。哦哦，自拍。哎，对了，把笔借我一下啊。这儿，林江毅的合照。好，准备哦。哎，大家，你们基本资料都留好了吗？留好了，留好了，留好了，留好了。留好了，下次有空再来玩哈。哎，你必会来找我。对啊对啊，有空再一起来冲浪嘛。垦丁、东北角都可以啊！我想去东北角。东北角，你们呐，这个波霸级的比基尼是谁的啊？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可能是你的。哎呀，赶紧收起来啊！哎，保罗，你不走啊？哦，我没有要走，我想留在这里把冲浪学好。哇哇哇！你不是要学冲浪吗？你是被爱情冲昏头了吧？我留在这里可以学习中文，天心也会教我。哦，天心教我。谁？哎，各位各位，车子来了啊！东西拿一拿，准备上车了。哦，没事，走了，下次再来啊。谢谢，来，这块拿好了，拜拜，好好，拜拜。又想学中文，哼！天心，嗯，在俊的车钥匙在不在你这里？哦，我找一下。Hello， 嗨，嗨，你好，我要报名下一期的冲浪课。小姐，我们上一期的冲浪课才刚刚结束。然后下一期的课程还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开始哎，啊，我不管嘛，你一定要帮我报名看看了，拜托拜托，我真的很想上在俊教练的课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帮你看一下时间啊。嗯，哎，教练真的好帅呀，啊，教练。这是谁呀，啊？他说他是九天仙女下凡，在俊教练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。仙女，这等喜事应该早日公布啊！你看完了没有？好，那么麻烦小姐你在这个地方帮我登记一下。哦，登记。我们下一期开课，马上第一个就通知你。好，你说的哦。哎，那可是我想要上我跟在俊教练的个别课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干嘛呀？你要一起来上课啊？你也是新的教练吗？我不是。哦，你登记啊？你登记，登记，登记啊！他也很帅啊！你在这边写一下姓名、电话。那你要帮我讲啊！我就是要上个别课，拜托了，帮我申请一下。
你好，哎，请问要来入住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左在俊先生在吗？哦，我们老板啊，他刚带女儿去上学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你们这家民宿好特别啊。当然了，我们民宿是老板他亲自设计的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，而且我们家民宿还是全台风格民宿第一名哦。是哦。当然了，不信的话你上网查嘛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你是那天在海边的那个爷爷吗？是是是。啊，那个小朋友还好吗？他那天应该吓坏了吧。嗯，他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嗯，我今天呢就是要特地来谢谢左先生的，他救了我孙子一命啊。哦，我们明天呢就要回上海了，我留下我的名片。明天就要走了，好可惜啊，都不多待几天。啊，这是我们民宿的名片。哦，下次有空要记得来垦丁，再来我们家玩啊。好。嗯，再见啊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我再跟老板说。好。好，爷爷慢走。嗯。龙泰集团邱董事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邻居，你认识邱董事长？谁啊？不认识。啊？老板，你认识啊？就是那天在海边他孙子溺水的那个爷爷嘛，他亲自过来向你道谢。那个老爷爷我记得啊，哇，那么客气干嘛？你还救过他？喂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？谁啊？龙泰集团，上海前十大投资公司，他。非常厉害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啊，管你是不是大集团的老总，只要亲人有难啊，谁不是紧张的要命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把车钥匙给我，我去看爷爷。哎，麻烦你，请你改一改你们城市人的坏习惯，没有必要，请你别开车啊。我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开车啊？跟他说说。是。没有大型行李不开车，嗯，没有婴儿要带不开车，路途没有超过十公里不开车，事情没有紧急到火烧屁股十万火急也不开车。那你让我永远不要开车好了。来，本民宿提供各种帅气先进的脚踏车，提供客人使用啊。你知道吗？脚踏车很环保的，又可以强身健体，保持美好的身材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骑脚踏车去好吧？走了。芝麻糕、绿豆糕、桂花糕，老三样都带来了。太多了，我上次的都还没吃完呢。还有呢，这些呢是我随便给你买点礼物，你要是不喜欢呢，送给街坊邻居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还有呢，这是我爸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让我给你带来的降血压的中药，好好吃的啊。这个留下，这个太多了，我吃不完呢。下次不要带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下次我一定还是会带的。哎，好了，爷，今天量了血压没有？我给你量。哎，不用，妙妙一放学就来给我量血压了。真的假的？他量得准吗？哎，妙妙那个肉包，在俊有没有准他养啊？养了，当然养了。好，那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嗯，这个妙妙啊还是真喜欢那只猫，他说他就是猫的妈妈。你看是不是妙妙也在想妈了？哎呀，不知道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也愁着呢。妙妙都八岁了，哎，你们还打不打算告诉他妈妈的事情啊？爷，这个事情呢，我要尊重在俊的做法。你说平时啊，妙妙都是在俊在照顾，他投入那么多精力，我呢在上海，我也爱妙妙，但是我毕竟隔得太远了，所以这个事情啊，在俊说了算了。那你劝劝在俊吧，妙妙早晚知道他总是有个妈的嘛，要不然
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从哪儿蹦出来的呀？说不定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嘛。我小的时候我爸妈都这么说我的。那是孙猴子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来吃糕吃糕吃糕，我给你拆开。来来来。想到啊，你居然还是志工社的社长。我跟你说，部落服务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，你知道吗？部落的小建筑啊，充满了生命力，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些高楼大厦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简直被震撼到了。嗯，哎，我看你一片迷茫的样子，还是不明白是吧？你自己看到就知道了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，走啦，出发，来。喂，你等等我们啊！走快点，走啦，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！是前面吗？喂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喂，走那么快干嘛？这边，你早说嘛！你不知道路，干嘛往那儿跑？喂喂喂，这边！再去你个死骗子！等我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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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房子，都是石头搭的，地震怎么办？会塌吗？奶奶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在俊呢？现在带了两个朋友来。啊，你好，他叫林小萌啊，啊，这位叫郑磊。奶奶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们呢，都是上海来的交换生，今天来当志工的。哦，林姨奶奶，今天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使唤我。你别看我这女孩子，我力气比男人还大呢。真的，真的真的，她不但力气大，食量比男人还大呢。你别乱说，再见哥哥。哎呀，你好，哎，啊，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呢，叫玛雅。玛雅，玛雅，玛雅你好。这位呢是小萌姐姐。小萌姐姐好。这个呢是三个石头哥哥。什么三个石头哥哥呀？妈呀，三个石头是什么字啊？我知道，是磊。磊，我是郑磊哥哥。郑磊哥哥好。妈呀好。
检查一下耳朵，来，耳朵看一下。好，耳朵都正常。来，眼睛，眼睛很好，很漂亮。嘴巴牙齿也很好，来看一下皮肤有没有问题啊。哦，猫咪可能有跳蚤，所以咱们再检查一下，看一下。也没有什么皮肤上的问题，都很健康。耶、yeah. 那等一下打一个预防针就可以回家了。嗯，开心吧？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嗯，猫咪很可爱。喵喵，看到没有？不是随便捡只猫呢就能拿回家养的，要带它做健康检查。啊，现在确定了，狗包是健康的，那老爸就允许你晚上可以跟它一起睡觉。那我要把它绑上布置它的小床哦。老爸。老爸，你们快点啦！来了，来。小姐你好，请问是来入住的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还没有订房。啊、哦，没关系，进来参观参观。不用客气的，进来参观一下。我们家民宿呢，风景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像我们老板，他很爱冲浪，所以他会开很多的冲浪课。你可以从最基本的开始学。嗯，另外呢，我们民宿也有提供脚踏车，如果你想要去哪里逛逛，骑脚踏车出去，真的很方便的。进来参观啊，没关系。哦，这个照片墙呢，就是我们上冲浪课的学员他们的照片。小姐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上海。又是上海？我们最近跟上海的客人特别有缘，像我们老板也有一个好朋友，他也是从上海来的。是吗？嗯。那你现在住哪里啊？我现在住凯撒酒店，不过我在想，要不要过几天搬过来住。行家，来垦丁玩就是要住在民宿，来住民宿就是要选我们家 Skyline。 你知道我们家民宿得到全台风格民宿票选的第一名。我再偷偷跟你说，我们家老板他是建筑设计师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喂， Skyline 你好。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查一查。如果是十二月的话，现在可以帮你预约。好，那你再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拜拜。像这个就是我们老板，这个是老板的好朋友，这位就是老板女儿妙妙。她很可爱吧？妙妙本人更可爱，如果你搬来这里住就可以看到她了。天心姐姐，我们游泳回来了。回来啦，好玩吗？超好玩的。啊，好了，小丽，赶快回去换衣服，小心感冒。好了，赶快上去吧。拜拜，拜拜。怎么样，我们家还不错吧？嗯。我决定了，我打算过几天就搬到这里来住。
好啊，马上帮你看看我们家有没有空房间。你知道现在是旺季，除了上海之外呢，湖北啊、安徽来的客人也都很多的。嗯，我今天把钱都结清，请一定要给我留个房间。啊，其实我们先付定金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迟早都是要付的。啊，那好。这样的话，帮我在这里填资料就可以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姐姐有一个孩子，年龄跟妙妙差不多大。我好好奇这样有山有水的小学长什么样，请问妙妙读的是哪个学校？爱情是不贵的旅行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，哦，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，就回不去。啊啊啊啊！青春等一等就过去，谁不是写一写又。